岛中旅意梅而后已，人必有勇，其斯人之谓乎？刘遭复勇，数眼闻武器干，知名于时。数眼加以抚边岛俗，风化有美方之二子，故以忧乎，亦又未是良母。张烈早有气上，明被见之。去舍沈福，俱至显达，雅道正路，其待并诸。李陆气上所及，俱可观者。向风采辞社，亦当年之俊逸。房亮、曹氏表、潘永基、朱元旭拔萃从官，显享名气，各有有也。